谢谢各位啊，来到阿明的直播间啊，今天礼拜天啊，又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哈、啊，又跟大家啊聊聊啊唠叨一下，这个星期发生的事情。首先呢，我们要说一说苏里南的疫情哈、啊，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啊，苏里南的疫情已经下降了，人感染的人数啊稍微下降了，比上个星期要好很多了，不能说好了哈、啊，苏里南疫情不能说好，只能说是说。跟上个星期比起来啊，这个星期的疫情比上个星期的稍微好看很多了哈，啊，因为它感染的人数呢，有几天下降到100以下了哈，虽然说它突然间要上几天，但是还是人数还是有下降的，我们看到有个趋势哈，然后去检测的人已经少了，以前是500、400、500这样检测，啊，现在大概是今天是200多人去检测，但是呢，我们看到媒体上的资料啊，新闻资料来讲哈。今天是25号，这一个月死亡的人数，因为新冠的问题有109人死亡哈，109人死亡的话呢，也是像我以前说，就算一个人都是算多的哈，但是他死了109人，还是比较多的哈啊，希望下个礼拜可能人数还继续减少啊，继续减少，我们不期望说，哎呀清零啊，没有人什么也没有人感染，按照目前实际苏里南的状况来讲哈。这个我们不能要求这样哈，也太高了，这个要求太豪华了哈，肯定是达不到的。
我们希望就是说它的人数要慢慢降下来，慢慢降下来哈，没有发生一些突然间又搞个200多、300来，那就还是不行哈。希望它这个人数慢慢降下来，那对这个疫情还是苏里南还是有点比较好的希望啊，好像现在那个疫苗接种一样哈，这个疫苗接种我们接种了20多万人哈，像今天的报表是接种了。18万那个是打了21万啊，这里23万多哈，我看到了哈，接种了2针的话是52000多人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23万人左右哈，总接种，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那个中国疫苗哈，中国疫苗可以打5万个人，但是今天它的数据显示出来是打总共接种了9429。9剂疫苗啊，9429个人，然后其中有9个人是打了2针的，这算起来是9429，所以说呢，还有很多中国的疫苗哈，中国疫苗还有差不多将近4万，超过4万剂疫苗啊，所以说没有打，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想接种中国疫苗的侨胞呢，还可以去啊，到时候看看 BOK 安排的时间哈。但是那天很奇怪啊，有个侨胞问了我一下哦，他说看到报纸哪里翻译出来的哈，说哪里有还可以接种中国疫苗的，但是后来他去了2个地方都没有中国疫苗接种，但是他报纸上有翻出来是有的哈，但是也不知怎么回事哈，后来我也没问他了，我忘记问他到底，后来也没打到了。然后呢，苏里南卫生部啊有一个医生。有一个医生代表在新闻上媒体说苏里南我们目前的病毒是没有那个叫做 Delta 啊，这个我们听到 Delta 都怕的那种哈，还没有听到。但是呢，苏里南有巴西那个病毒哈，玛瑙病毒。但是这个病毒呢，因为我们跟巴西很近啊，然后在法规那边很多也偷渡过来的哈，所以说苏里南有这个玛瑙病毒是不出奇啊，也不用太惊讶。但是 Delta 这个病毒呢，我们苏里南按照他卫生部说法是现在是没有的，我们也希望一直都是没有的哈。但是呢，这个人啊这样流动的话呢，外面的人现在苏里南的那个新的防疫措施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只用接种2针疫苗、完成2针疫苗超过14天的人都可以过来的话呢，那他们会不，因为他们过来之后是不需要隔离的。所以说，这个有点一定的风险性在这里哈。如果他们不需要隔离的话，万一他在路上感染了，又没有发作出来，所以说有点麻烦哈。我希望，当然我这个政府有政府的政策啊，就是说，因为他这样做的话呢，对旅游方面哈，有些人想过来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过来哈。像我们中国过来的，现在只能我们是免签国家嘛，是吧？打了2针疫苗的都可以过来了。但是呢，希望他们不要把这种叫做什么其他变种的病毒都带过来苏里南啊。但是因为他是来到苏里南之后没有隔离的啊，所以说这个要小心一点啊。我们也希望确实与他们所说现在是没有那个 Delta 病毒的啊，只有玛瑙。玛瑙病毒的话，我们现在打按照现在媒体上的数据来看呢，我们都。打的那些疫苗啊，都可以防的啊，都可以预防到，或者说你得了之后，还是可以有那个叫做什么，把你变成轻症啊，不要变成重症啊。所以说，他那些数据我们有时候在网上可以搜到的啊，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呢，苏里南我们看到学生这里哈，他很多就开学了哈，他想开学，有些初中要考试的都可以去啊，高班一点小学也开学这样哈，但是。很多家长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去哈。我们看到新闻那上也说了，我在 Facebook 看到那个新闻也讲了，有个学校，这是 Homestay 那个Os Vanita 的那个马里德勒的那个学校啊，因为有学生感染了病毒哈，感染病毒以后呢，老师不愿意去上课哈，家长也不愿意把小孩带过去是吧？这都有危险。但是呢，我们看到好像教育部还是卫生部有个，我上网上也新闻也看到。他说学生确实有感染的状况出现，但是学生感染呢不是在学校里面感染的啊，是在外面自己家的那些地方感染的啊，没有在学校感染的，所以说学校还是安全的。但是这个话说起来鬼用，我都不信了，是不是这样讲啊？谁愿意去冒险，就算一个感染过的人进了一个教室，然后他再出来，你放心把小孩放进去吗？我就不放心了，是不是这样讲啊？像你按照中国的做法，一个人如果你感染过的话呢，基本上几个月你都不能够去，哪里都不能去的了啊。
所以说，教育部他说这个，不管他在学校感染还是在哪感染，只要他要来过，他感染了去过了学校，那整个学校就危险了嘛。所以说我看到新闻说那个老师知道之后不愿意去学校上课，我觉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因为谁也不愿意冒险，谁也不敢保证得了这个病毒到底会发展成重症、轻症，没有人去保证，只有上帝才知道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小心一点学校哈，学校方面特别是小孩啊，然后小孩方面我们也没有打疫苗哈。OK，那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也看到，那个卫生部讲了哈，下个礼拜我们有18万4千剂那个辉瑞的疫苗过来哈。那这个疫苗呢，可以帮那些12岁到18岁之前那个小孩打。那这个的话呢，看看有多少人在打了哈，看看有多少人在打了，我们也看看小孩给小孩打啊，观望一下哈。但是好多人呀，朱里南有辉瑞的疫苗打了，我们就不用过法规打了，是吧？还有一部分接种了我们中国疫苗的那些侨胞也有打。哎呀，我打了一针中国的，我现在又想改打辉瑞，行不行？我说理论上应该是不行的哈，不可以的啊，这个太危险了。我们叫做混针来打，这个谁也不知道到时会出现什么风险啊。所以说在我的建议来讲，还是你打了中国疫苗的，继续打中国疫苗哈，不要混针来打哈，目前还不没有任何的医学。要求我们这样可以混针来打哈，我们也没看到那个叫做世卫组织啊，WHO 也没有讲过要求这样。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那个监狱哈，监狱里面有些监狱网上新闻也放了哈，很多有感染的，几十个囚那些拘留的那些犯人。然后呢，现在为 BOK 也去为那个拘留所或者监狱给那些犯人打针，只要自愿让打了，他们都打。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是好事情啊，不然在监狱里面都关在一起，一感染的话就是一窝端了，那就麻烦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一个新闻，好像我们还没卖啊，中文报纸还没出来啊，有一个假疫苗卡，就是接种疫苗卡的那个假的，警察已经抓到人了哈，他是抓到一个护士，还有两个中间人啊，这两个中间人是专门找那些想办卡的人，然后呢。我们看到媒体上啊，有一个媒体的新闻是这样讲的哈，他说，整个程序他找到这个人才收一张卡啊，只收40欧元，40欧元是怎么样呢？然后呢，你整个程序你可以到那个疫苗接种的地方去，然后呢，这个护士呢，就把那个卡给你，但是整个过程你是没有打针的啊，就没有打针的啊，但是你可以拿到那个卡，什么？其实上，按照我们看到新闻的媒体资料来讲，那个卡其实是真的。但是他没有打针而已啊，整个程序就少了打针的那一步啊，一样要填表，一样要做什么哈，我们没也看到一个新闻是这样讲的。那这样的话真的气死人了哈，就是把我们打了针的人，还有那些医务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在工那些在里面其他工作啊的那个工作人员哈，政府人员，人家付出了这么多辛勤的劳力哈，就是为了打针啊，你们这一帮人现在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警察还在查。但是也好，警察这么快就抓到人了哈，应该很快把他们挖出来的啊，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如果这帮人真的这样做的话，会把那个我们这个抗疫成绩啊，会搞砸了啊。到时候我们现在这一个状况，我们不能说是最好啊，很好，只是说比以前好了很多哈，稍微好了很多。但是呢，如果他们这帮人这样搞的话呢，那以后会出事的哈，会害死人的哈，特别是说。他这些人没有打针，去了国外旅游再回来，把病毒带回来的时候，那就完蛋了啊！所以说，警察一定要严惩这帮人哈，太搞笑了哈！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做的，才40欧元，40欧元你可以害了整个国家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做到了，应该要严惩不贷啊！然后呢，我们中国的疫苗哈，刚才也说了一下哈，还有4万多针啊，没有打的啊，都可以去打。然后呢，大家也想想当时啊，这么搞了，这么拥挤。去打这个疫苗啊！现在还有这么多针没人打，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急了啊，都是有的了，现在都有的打了。现在大家可以选菜了，以前只有阿斯利康啊，现在有中国疫苗，现在加上那个莫德纳啊，然后再加上这个辉瑞，那很多种让你打了啊，不打的那个就真的是耍嘎了，耍傻了啊！打了疫苗肯定是有用的啊，大家也知道的。OK。这个疫情的新闻呢，我们也看到政府也更新了那个叫做新的防疫法，24号开始哈，昨天开始的。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整个疫情它开放了，基本上跟以前的一样，又把那个宵禁的时间延误到延期到9点钟宵禁。但是我刚刚在 Facebook 上面浏览了一下哈，我看到人家说9点16分、15分的时候，在维也纳山那个油站附近那里啊，还有很多车在那里啊，那些鬼仔在那里飞车的啊，很多在 Facebook 上面都上出来了，人家就说警察在哪里了，你看稍微放松一点，他们就来了啊，就搞乱又乱来了，这些鬼仔真的是，怎么说啊？不，警察要把他们抓去，全部关起来才可以的哈。可能大家在 Facebook 会看到的啊，这个情况啊，太严重了。9点钟还在街上那里啊，坐在那里聊天啊，在威尔士油站那一带，可能大家都有印象的啊。这个真的是太可恶了。OK，疫情的新闻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政府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赌场也开了啊，赌场可以开了。大家有一些赌鬼说，哎呀，很久都没有开了，现在终于可以开了。所以说，那些赌的人去赌的人哈，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因为在赌场在封闭的空间里面开着冷气的话，危险性是很大的哈。就好像我们那个室内，我们那个会长那个室内枪房一样哈，我们一直在犹豫怎么开好啊，因为呢，怎么说呢？因为你在室内冷气开放的。空间里面，如果那个人是有病毒有感染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哈。所以说，我们一直不敢在商量应该是怎么开啊，或者打了疫苗才可以去，或者怎么样，一直在商量哈。也很多人也问我，哎呀，阿明啊，我们要去练枪怎么样？再不用跑这么远，在室内那个啊，室内那个我们还在考虑应该是怎么做哈。到时候有详细的那个规则出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留一下我们的新闻啊、朋友圈那些哈。方便大家去打啊，不打枪，不用像我去那个 MTC 这么远啊，开一个小汽车，但是那边是太阳很晒，很空旷啊，人稍微多几个还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在这里室内的话呢，是很危险的啊，因为你开着冷气啊，还有在跟赌场里面赌钱的效果是一样的啊，所以说那个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就很严重了。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事情哈，OK，现在我们说说政府的新闻哈。政府的新闻呢，我们看到有一样东西哈。首先说，先说治安哈。我们说到治安的情况哈，确实司法部长都出来发出声明了啊，要很好的，要严重的要去修一下啊，就是这个治安情况啊，要去抓一下啊，抓整一下，整顿一下啊。他说这个治安情况太坏了，这段时间啊，真的太坏，我们也看到了哈。那个叫做什么？三个人给人家烧成炭了哈，那三个人哈，然后呢不是普通的，火烧的是吧？是因为仇杀或者给人绑起来的，也有枪伤的哈，所以听起来就够，好像什么专业杀手就杀出来，在树林还出现这种状况啊。然后呢，刚才下午的时候，在那个我们北区江边后面那条街那里，那个尤利安纳斯那也有开枪了一个枪击事件，把一个鬼佬把鬼佬打死了啊，因为听说是吵架什么东西，新闻也看到了。所以说治安，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那个商店有在给人家打劫啊，在机场路那边的也有给人家打劫啊，所以说这个治安情况，还是非常糟糕啊，连司法部长都要特别出来声明啊，所以说大家不管怎么样啊，防疫啊还要防这个治安的情况要小心一点啊。然后呢，我们说啊政府加价的问题哈，我们为什么说呢？我们先说其他一点东西哈，就是说。报纸上新闻也说了，那个联审啊，就是说我们联审是好像是行100块书顿一年的嘛，联审哈，那个车的联审现在涨到350书顿哈，好像是300还是350书顿，等等涨到300%以上了哈。理论上来讲，好像影响不是很大，可能对我们侨胞来讲哈，因为100-200书顿的话，就是还是基本上没问题的哈，很多人还是付的，但是我们要想啊，很多。穷的那一帮人，有些车的，有些工的，他多一点钱就是钱，因为油价已经涨了嘛，所以说他们，反对的声音很大，我在 Facebook 看到也很大。然后呢，保险公司啊，车辆的那个保险也在涨了100%了哈，因为我也是做保险的哈，这里要卖广告了哈，我也是做保险的。另外呢，保险那里还有一条，我们也看到哈，他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那个你去做一些检测啊，照 X 光啊。或者做一些比较机器性的那种，帮你照镜啊那种啊，他要你先付钱。
付完钱之后呢，拿着这个单再去从保险公司报销，这是钱由我们先出。那这样的话呢，会搞得很麻烦。好像有两个实验室已经在做了，我们那个 MediLab 还有一件什么公司我忘记了，两件啊已经在有了，也是做这个事情。你要就算你拿掉医疗卡，也要先付钱先啊。但是他们也在谈判，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哈、啊。所以说，这个加价啊，都是加价哈、啊。还有一样东西最重要的是电费的加价哈、啊。电费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哈，苏华总会啊 ，KKF 邀请我们苏华总会开了一个座谈会啊，在好像昨天还前几天是那个电视台已经有放了一小段新闻出来了，现场的新闻。然后呢，我们看到 KKF 的会长啊，那个阿妞，还有那个他们的顾问啊，还有我们一些土生的，那也是在 KKF 里面做的哈、啊，还有那个顾问那个 Emily 啊，也他也做过前任副总统的啊，以前做过政府的副总统。然后呢，他们跟我们讲了电费的问题哈。首先啊，我们是看到新闻也说，这种我们不反对政府的加价哈，但是呢，可以分阶段的来加。如果他一下子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很多电视，怎么说啊，会负担很重的哈。很多冰箱可能有人说，哎呀，很多冰箱都要拔掉了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哈，可能有些人，我也发过我朋友圈那里哈，有些人也说了，哎呀。没有什么反应啊，我们都好像没有人吵啊，但是我私底下收到很多信息哈、啊。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啊，整个交的最麻烦的那一班人，就是在3500苏顿啊，3500苏顿，3000苏顿以上的人啊，2500苏顿啊，2500苏顿开始到2000苏顿以上的人哈、啊。到7500苏顿这一班人是交特别多啊，按照现在政府他要求的，我们8月份就会收到这些电费单了，到时肯定大家哇哇叫了哈、啊。你看交2000苏顿的人要交4650哈、啊，交2500苏顿的人呢就要交7300苏顿啊。大家可以看看朋友圈详细，但是我跟你主要说一下说，交3500苏顿的人要交11000苏顿啊，然后呢交5000苏顿的人就要交16000苏顿。交7500苏顿的人呢，就要交25000苏顿，所以说呢，这个电费加幅的话是3倍以上了啊，一个算起来啊。但是这一堆价钱的区域，很多是我们做生意的这些人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这样一加起来的话呢，会有很多的影响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我现在很佩服我们的 GAGAF 啊，我们很多人以前有一段时间说，哎 ，GAGAF 没有做事情怎么样，就是收年费每个月啊，每年收年费。但是我看到在电汇的这个事情啊 ，GAGAF 那个 Emily 还有那个会长阿妞那个，他们在不停的奔走哈、啊，也写了那些书，写了那些数据出来哈、啊，他们一直在跟很多的不同的商业组织，他们一直在谈啊，在谈，他们然后呢可能会向他们跟我讲了，然后得到这些所有的组织支持之下，他们会向政府啊再写一篇写一封信，要求。分阶段的这样加价，我们不反对政府加价啊，大家也懂了，现在这个外汇贬值了啊，肯定要加的了，但是呢不能够一次这样加啊。然后呢 ,GAGAF 啊，我看他们开会经常忙来忙去啊，前天好像又在那个酒店里面有其他的商业组织在开会啊，他一直在为这个加电汇的事情一直在奔走啊，我们看到 GAGAF 啊，所以说大家可能很多说，哎呀，其实加电费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很有切身的关系的哈、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电哈、啊，所以说电费多的话呢，到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涨起来了哈、啊，所以说我们苏华总会大家也看到新闻也写了，我们是支持政府啊，不反对政府的加价，但是希望也向 GAGAF 同意他们 GAGAF 推出的方式，就是说分阶段性的加价哈、啊，不要一次子加上来，那用电去处理的那些货品啊，那肯定又会涨起来的了。啊，有句话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哈，所以说没办法的了，所以说我们希望GAGAF 这个推动啊，这个谈判能取出一定的成果出来啊，不然的话就有麻烦了啊。以后看看电费的话有什么进展的话啊，大家可以看到详细，可以看我朋友圈，也看看那个报纸新闻那些啊，也有写出来的啊，整个阶段是怎么加，你的电费是多少，到时候你会收到是多少啊。我希望到时候8月份大家收到单的时候啊，都可以晒出来朋友圈给大家比对一下啊，旧的交多少，新的多少，看看是加了多少倍啊，啊，所以说大家都看看哈、啊。好了，政府的新闻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哈，啊，然后呢，我们说说侨胞的新闻哈、啊，侨胞的新闻呢，我
这几个星期啊，我们很多侨胞回中国的不少啊，每一班机都有很多侨胞回去啊，有些走的之前也跟阿明打电话给阿明说了，哎呀，明哥，我要回去啦，我是你的粉丝啊，我很喜欢看你的直播，但是好可惜的话，在中国看不到了。我说不可惜，你这样说我也很感动了哈，你最好是要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回到中国哈，慢慢发展，怎么样都好了啊。以后有机会啊，我们中国再聚都可以的啊，或者有机会你回来说，你现在免签了嘛，到时候疫情稳定的啊，都可以回来，大家聊聊都可以啊。每个星期都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哎呀，明哥我回去啦，我是你粉丝，看来我的粉丝会越来越少了，到时候很多人走回去了，没事啊，都是有你们在，你看，哎呀，今天还有差不多300人在这里了啊，我很感动啊，都有300人在看啊，然后呢，我们说一说那个疫苗的事情哈。这个星期，这个疫情呢，我们华人的新闻呢有点麻烦啊。就是说，按照我了解到的信息哈，首先非常不幸，我们有2个侨胞不幸因为疫情死亡了哈。有一个我们在看到在报纸上那个媒体上我们有看到了，是一个他还在募捐一个捐款哈。另外一个呢是没有的哈，另外一个是没有啊，但是他也是属于我们。中国过来的侨胞吧，哈，我们是这样分的哈，可能土生那些是有，但是呢，我们就不说，不算他了啊。虽然他也是侨胞，但是他因为土生，我们不能。但一般我们说中国过来哈，中国过来的这一种哈，然后我们看到，有2个哈，哎，真的不幸哈，因为呢其中有一个我一直在跟进他的哈，然后我在20几号的时候，他还发信息说，哎，我很好，我在万历岗医院啊，现在。啊，情况稳定怎么样？但后来他突然间变得严重了啊，又送到中央医院去了哈。我也心情真的是特别不好受哈，因为怎么说呢？我也有一直跟他聊，但是有些东西很难的哈。有些我也经常讲一句话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了哈。所以说希望他的家属啊，我们也问候一下啊，节哀顺变啊，就是这样了。然后呢，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侨胞发生这样病毒因为感染这个事情哈，所以说真的是太令人伤感。另外呢，打疫苗的事情呢，这里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也知道我说话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哈，因为我也不想去特别太多隐瞒，能说的我全部都说出来啊。因为自从我们接种这个中国疫苗之后呢，陆陆续续啊，不停的有侨胞发生感染的事情哈。根据现在我手头上掌握的资料来讲啊，至少有10个侨胞都是在打完疫苗之后啊发生感染事情的哈。我跟几个还谈过，他说我们没打疫苗之前啊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打完了疫苗之后啊就开始有症状出来啊，开头以为是说那个叫做什么疫苗的那些副作用啊，但是呢后来。也不应该几天这么久啊，后来再去做检测，然后呢就发现了确诊啊，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也问，我能问的我都问他们了一下，到底是怎么感染的，这个也说不准啊，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感染的哈。因为按照我像你说啊，我知道的就有10个，那如果可能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或者说他们也没有说出来的呢，自己搞定了是吧哈，或者叫其他人帮忙的呢是吧，那数目是多少呢？按照我现在觉得来说啊，这个比例太高了哈，我是说是接种中国疫苗哈，是接种中国疫苗。首先肯定不会说疫苗是出有问题，这个要澄清一下啊，肯定不是疫苗的方面出问题，是说整个过程之中，啊这个接种疫苗的整个过程之中啊，哪里需要注意一点呢？我们要留意一下啊。首先我们看到一开始接种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侨胞啊都是人挤人，人贴人的哈。都挤在一起，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个什么，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发的朋友圈啊，或者 Facebook， 连鬼佬发的新闻出来也看到了哈，都是人贴人的啊。按照我们知道政府的防疫条例哈，就是我们接种那防疫条例，我们要活力啊，那个 stand 是 under 哈罗米的一个人啊。但是呢，我们一开始接种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哈，我们。看到都是这样贴人贴人的哈，因为太多人去接种了哈，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呢，礼拜我们苏华总会做的时候是礼拜五的，礼拜五的时候，我也去了一下一天嘛哈。然后我看到是说，基本上那天因为人数不多啊，
基本上还是活还可以遵守那个防疫规定哈，是1.5米啊，1.5米左右哈，1.5米左右这样哈。然后呢还是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应该要注意第二针打的时候啊，因为这一般人可能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卫生部到底是怎么安排，是不是安排到8月应该是3号或者4号这两三天啊，是不是又是这么一堆人全部一起再去打，那这样打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安排。我们先做一个最坏的打算是说，如果说他打的时候啊，像我经常跟大家强调一样东西啊，在你接种不管你第一针也好第二针也好啊，如果说你的身体症状跟平时是不一样的，有些其他的症状显示出来的，最好去做一个检测，做一个检测再去接种哈。所以说这样比较稳妥一点哈。因为呢我问了这一些我能问得到，我也跟他们问过了，我说到底你们接种之前有没有问题的呢，自己感觉，他说好几个都跟我讲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说身体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他就接种完了之后呢，有两个也跟我讲我们也很严密的遵守那个防疫的啊，洗手的戴口罩的都有遵守啊，但是怎么会感染到呢，这个事情真的是按照目前苏里南的这个情况来讲肯定是检测不出来的哈。如果是在中国的话肯定可以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感染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检测这个病毒的溯源，他一路追上去，哦是在这里发生，每一个人感染的会怎么样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比例啊，按照我的想哈，我看我们华人大概打了是在5000左右吧，5-6000左右哈，加起来这样哈。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个问题，就是说5-6000的话，如果说比喻哈，我们现在我知道有10个人哈，或者更多的人，比如说我们做个保守一点的估计，如果我们打了5000人啊，打了6000人，有20个人啊，因为打针之后同时感染了。那肯定是当时某一个环节出了一点问题了哈，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但是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感染的。唯一我们下一次接种第二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啊，第一，首先大家做防护措施哈，戴口罩啊，然后呢尽可能的要保持这个1.5米的距离哈，不要像刚开始打的那时候那些图片啊，哦人贴人，屁股贴着前背前胸背是吧，胸贴着背的那种感觉，哎呀真的太，我们看到都很怕的，我跟你讲哈。所以说打第二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保持，我们不知道卫生部现在是怎么安排的哈，我们到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先做最坏的打算，说他们照板逐碗啊，一模一样再干一次，那这样的话呢到时候去打的时候那些侨胞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保守啊，遵守这个1.5米的规定啊，然后啊不要太挤在一起哈，然后呢打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变化哈，如果说确实有问题那要去做个检测，你不检测的话呢一定要小心一点哈，不检测的话呢可能会有症状都不一定哈，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我也在留意啊，我也在现在我动用我的关系啊，我也没什么，就说我能知道那天谁去打的我都问他们了啊，很多我都去问有没有问题出现，有没有问题出现哈。啊，因为我也会保密啊，我不会说，我只是说希望有得到一个数据。如果说我们有20个人在那一个星期之内打疫苗的，打完了之后出了问题，那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可能小心，啊，尽可能小心。现在因为我们也找不出一点原因出来哈，打过几天之后感染的话呢，很难讲哈。有人第二天有反应，有人第三天第四天啊都有反应，有人一个星期之后都有反应哈，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哈，这是我了解到的哈。这个消毒这个问题，放这个东西消毒，我其实是这样说的哈，我是这样认为的哈。你看我打的时候也是没有去，那个鬼妹也是没有戴手套的哈，大家可能看到我朋友有留意也是这样打进去的，但是他打之前会有一个消毒的棉啊，我看到的啊，消毒棉他放在手上，这样帮你擦，搞一下的啊，擦一下，因为他的手已经抓住这个棉的哈、啊，有时候啊，这个棉花，然后呢，或者他那个我打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棉花圈来的，啊，然后把它擦一下，因为他手已经接触到这个棉花，他已经有酒精了啊，所以说呢，应该属于消毒了啊。我们希望的话呢，下一次我们现在也没办法了解到那个原因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哈，但是呢
按照我的理解，就算是十个人，那个比例也太高了，太高了啊，太高了啊！因为，你打了疫苗之后，十个人以上会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哈、啊。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打的下一次之前啊，就来了啊，8月3、4号、5号这几天哈、啊，还有十天左右哈、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有没有问题，大家不用着急哈、啊。第二针你肯定打得到了，为什么？现在还有5万、4万剂疫苗在那里都没怎么打过，然后呢，你看辉瑞又来了18万，那这4万剂疫苗肯定会放在那里的了啊，到时候看看怎么样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不要紧张哈、啊，肯定有机会打得上的了，这中国的疫苗啊没问题的了。鬼佬因辉瑞的疫苗来了之后呢，可能鬼佬很多人可能不会选择再打中国的疫苗的了啊，这个我们也知道的了。想打中国的疫苗基本上的人都打了哈，我估计就是那一段时间所以说我还是最后建议大家两个问题啊。第一，尽量遵守好那个防疫的条例哈，我们合理 under the middle stand 啊，然后呢戴好口罩哈，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自己身体变化有问题的话，跟不正常有发烧有感冒那一段时间，最好快快去检测一次啊，真的不要拖，不是开玩笑的哈，检测一次那个快速检测的也可以啊，起码说他知道你当时有还是没有嘛，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下一次既然有这个一个事情发生了，那下一次打的时候哈、啊，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哈、啊，不要太急。大家也回想一下啊，当时我们排队打完之后是不是太急了，是吧？逼得太急了，太多人了，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哈、啊，因为这个事情你感染了之后。过期没这么快，起码要到他这个没这么快过期的，没这么快过期的，啊，大家不用太担心哈，没这么快过期的。哭着要打中国疫苗，我就没看到了哈，真的是啊，你这个人说的话，我没看到哭着要打中国疫苗哈，啊，所以说，这个起码我们有超过四万剂的疫苗在，然后现在阿斯利康来了，莫德纳又来了哈，还有那个辉瑞又来了啊，辉瑞总数又来55万，先来18万4000，那就说你拿什么都够了了。因为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啊，我在朋友圈看到啊，我们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有个视频啊，那些鬼佬在门口站着打疫苗的地方站着啊，拦那些车啊，叫他们没打疫苗进来打疫苗哈、啊。我们也看到一个情况是说，现在接种的人数啊，可能开始减少了哈、啊，会有这种情况。是说很多人，我跟你讲啊，好多一部分人还是不愿意打疫苗的啊，不是哪种疫苗的问题，他们自己是不愿意打的。我也认识一些鬼佬，我也问他打了没有，他说不打，他说你们都打了就安全了，我都不需要打了啊。所以很多人有这种心态，他是反过来想啊，大家都怕，那你们全部人都打了，我就不需要打了嘛，那肯定安全了嘛，是吧？很多鬼佬是这样想的啊，大家要明白啊。我们也看到这些鬼那些工作人员应该是志愿者吧，他在门口拦着车。啊，一直在那叫你们打疫苗啊，这样比一比啊，两针这样啊，比一比这样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啊，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已经没有人去排队打疫苗了啊，没有人排队去打疫苗了，现在就没人打疫苗了，可能少了很多人了。那些里面，我们可以留意每天他接种疫苗的人数哈、啊，中国那个就是好像没什么变化一样啊，这么久了就是9000多啊，还上不了10000哈、啊，我好像没变化。以后呢，我看到苏里南那些疫苗的也不是很太多哈、啊。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给身边啊或者鬼佬的工人啊怎么样好啊，号召他们，一定要要求他们，不能说一定要求，因为法律没说嘛，希望他们都去打疫苗啊。好的，那最后祝大家啊，还是这个星期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啊、然后祝大家还是身体健康啊，也生意兴隆啊，拜拜。啊，大家可以听听这个歌啊，听完这首啊。拜拜拜拜，大家拜拜。别听歌的话，我放完它啊。爱世是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秋。
不见不散啊。See you.